近日，肖战在《斗罗大陆》里饰演的唐三一角登上了热搜榜，该角色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，特别是新浪平台更是直言唐三够重温100遍，毫不吝啬表达对肖战的赞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平台还直言肖战的唐三是最成功的大男主 IP， 无可非议，实至名归。据悉，新浪平台直言肖战饰演的唐三是最成功的大男主 IP。 另外，肖战和吴宣仪主演的《斗罗大陆》值得重温100遍，对肖战和《斗罗大陆》如此高的赞扬，放眼望去寥寥无几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的作品就是有这样的魅力，这种态度已经强调了很多遍，肖战的作品百看不厌，永远都不会过时。无论过去多长时间，肖战的作品一直可以被观众津津乐道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实力派演员肖战值得期待，肖战塑造的角色都活灵活现，每一个都足以给观众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放眼望去，肖战陆陆续续带来了《魏无羡》、唐三、顾一爷等在内多个经典角色，都得到了观众们的高度认可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也再一次感谢媒体对肖战的认可，这是对肖战的一种激励，必然会鼓舞肖战继续努力，更多带来好的作品。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坚持不放弃，遇到困难和挫折在所难免，没有关系，问心无愧的肖战可以克服一切困难，继续奔赴美好的未来。肖战值得一句未来可期，继续创造经典。